你好呀。巴拉，你刚刚不是走了吗？你在说啥呢？我是小天使，现在来挑选成为和我一样的小天使的人，恭喜你被选中了。所以说，我也可以有小天使皮肤。对的，只要你一天之内干十件好事，就可以通过考验，变得和我一样。哇，那太棒了，我这就去做好事。妮妮怎么就傻得可爱呢？刚刚我忍不住夸了自己的新皮肤，就突然听见妮妮在发牢骚。怎么回事？之前凶巴巴的菜包子大妈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，变成天使一样还有翅膀。趁妮妮在偷看，我还多转悠几圈让她看个仔细，没想到她却说，不行，这衣服只能适合像我一样的小仙女，本来穿着明显不合身。妮妮又在想什么歪点子了，这一次还不如我来帮你，帮你变成一个小恶魔。姐姐，你的脏衣服我帮你洗了。姐姐，你的车子我帮你沾了油。土豆，我帮你铺床吧。土豆，我帮你洗一下臭袜子。1、2、3、4、5，不好，快到12点了，但是我才做9件好事。姐姐，你渴不渴？我去帮你倒水喝。妮妮，我不渴，赶紧睡觉吧。怎么办？土豆，你饿不饿？我帮你做烤鸡。哎呦，我晚上吃太饱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等我成了天使就让你们好看。已经12点了，看来只能明天再委屈一天了。我怎么变成这个又黑又丑的样子了？忘记告诉你了，你只有昨天一天的机会，因为任务没有完成，我只能让你变成恶魔了。你才是恶魔呢，看我不把你打到天上去。啊，土豆救命啊。原来你是半拉，骗我帮你们做事情，你们咋不上天呢？